首先，妈妈要有一个舒适的喂哺姿势。如果你坐在这里喂奶，那你的背部、前臂、双脚都要得到支持，才会喂得舒服。你可以用枕头、毛巾承托住背部、前臂和手踭，用矮凳承托住脚。除了坐在这里，你还可以试下侧卧或者其他喂哺的姿势，看看哪样最适合自己和 BB。 除了妈妈喂哺姿势要舒适， BB 的姿势都很重要的。当妈妈抱住 BB， 要用手托住 BB 的头和身体，将 BB 的面向住妈妈的乳房，妈妈和 BB 的腹部要互相紧贴，保持 BB 的头和身体成一直线，不要被 BB 的颈部另一边或者向前屈，这样就可以帮 BB 容易吞奶。